深夜的停尸间里，一具尸体诡异的开始挣扎起来，一只手突然的伸出来，随后就掉到了地上。接下来恐怖的场景能让我做三天的噩梦。这正是复活过来的安迪，当他自己看到这副鬼样子时，都差点被吓尿了。随后恶魔出现在了他身后，将他的脑袋恢复正常。紧接着安迪从喉咙里拽出一个吊坠，恶魔要他拿着吊坠去复活一个上古女巫，这个女巫就是为天启四骑士扫清障碍的先锋。随后安迪来到封印女巫的地方，在将吊坠放在了石柱上后，月亮都蒙上了一丝血色，吊坠释放出一股白烟，紧接着冒出一道火焰。等到火光消失，一个全身烧焦的女巫出现在安迪面前，安迪却并不惧怕，告诉女巫想要全面复活，必须用到他当初仇人后代的骨灰。很快安迪就有了目标，他拦下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，在询问出男人的名字后，说了一些奇怪的话就离开了。男人也是有点莫名其妙，准备开车离开，可是却怎么也打不着火。这时仪表盘开始出现故障，就在他低头查看时，前方出现了一个诡异的身影，他完全没注意到危险降临。黑影猛地跳向车头，女巫恐怖的脸庞把男人吓得惊声尖叫，紧接着女巫把手放到玻璃上。下一秒，第二天艾比两人来到现场，克兰很快就在尸体上发现了异常，男人身上没有一点灰烬，就像是有人在特意收集。这一幕让克兰有点似曾相识，他想起在200多年前血月当空之下，一夜之间军营里遍布尸体，而他们的死状和这个男人一样。当时克兰还看到一个女巫一闪而过。说到女巫，艾比想起在警长的日记中曾记载，沉睡谷有两个女巫势力，分别代表着善与恶，于是他们通过密道偷偷潜入档案室，这里有着所有关于沉睡谷的历史记载。很快他们就发现了线索，一个叫罗刹的邪恶女巫被白女巫施法，削弱了能力，变得不堪一击，在之后逃亡时被民兵抓住，当时的审判官用最残酷的火刑处置了他。临行前女巫发下诅咒，她会在血月升起之夜，在审判官后代的骨灰中复活，而死去的男人正是审判官的后代，但他肯定不是最后一代，女巫还会有下一个目标，而今夜就是血月之夜，他们必须在女巫之前找到那最后一人。而安迪已经帮女巫锁定好了目标，